较前以前的那个以前的时代，除了清朝以外，我们还有《三国演义》啊。对对，那我们还有，因为《三国演义》，《三国演义》其实，因为我们金公祥表现的方式就是比较以前的那种比较精美，但是华而不实。时间跨了好几千年，就是以前没关系，那时候没关系，就是我们喜欢，就对我来讲，我觉得金公是比较华丽的东西，因为我的风格就是比较喜欢华丽。对，所以我会比较喜欢做出一些华丽的东西。对，对，然后大概就是这样。我觉得你 logo 没有表达那个你这样的华丽，因为我们它的复杂又不够复杂，然后那个色看起来我觉得色像，对，所以我觉得好像色，因为你色和骨两个，我会觉得你要嘛就是重。不是说不要字，是你用字体太随便，而且大小也要，这个很像 Word 打字，这是没有编排的意思。对，可是你的 logo 又设计的好像就是，好像有一些东西的，所以我觉得是。Yeah.
是台灯，你是吊的，它从它一顶对，它是坐在一起。掉下面一定很臭，就你的嘴巴打开，然后放在那一定很臭。那不如我就想，它是从嘴巴喷出来的感觉，状态怎样，可能会。